徐明心，你就为了这种人离开我？什么叫我为了他离开你？休息啊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你动弹性你试试。李征，照顾明星的义务我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明星，喏，这个都是你爱吃的，还有这个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喝饮料会胖。 喝咖啡不会，郑哥，你可真是个大直男。在我心里边，明星姐姐永远都不会胖的。<笑>我不会说话。嗯，李正，这是什么？咖啡呀。什么咖啡？榛果咖啡有问题吗？ 许明星他不能吃坚果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他妈想害死他吧？你他妈有病吧？哎，冷静冷静！秀琪啊，许明星这么大人了，能不能喝自己不知道吗？用你出头啊！哇塞，这次安排的冲突猛啊！真是刺激，嗯，就是这李正演的不咋地，嗯，还是秀琪好点。毕竟秀琪有经验了嘛，越演越熟练了。 再说一次，秀琴，我不喝了，你别生气了。许明星，你就为了这种人离开我？什么叫我为了他离开你？秀琪啊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你动他一下，你试试。你动他一下。 今天谢谢你啊！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哎，你放开我！哎，这又怎么了？这是又吵架？又安排一场吗？也没摄像机啊。休息啊。 我们的事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在一起之前，我就签过很多次。我警告过你很多次，再动许明星一下，你试试？是吗？哥，算了算了，别打了，冷静啊！不。 哎，休息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